嗨，这里水母，本期我们接着说新手宇宙。在前两期视频中，我们分别介绍了新手 1.0 和新手 2.0， 所以本期视频的主角当然是新手 3.0 了。本期视频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新手 3.0 的角色设定，第二部分整理总结一下这个宇宙的时间线。不说废话了，我们直接开始吧。首先第一部分，我们先说新手 3.0 的究极大反派佐伊。佐伊是第一代星之守护者，这历史已经很久远了。成为星之守护者佐伊一开始也跟阿里拉克斯等人一样，正常的执行任务，保护原初之星。直到一次巨变，突然发生的事件让佐伊受到了刺激，得知真相的他变得绝望且疯狂，他拥抱了黑暗，然后决心杀掉所有新生代的星之守护者。佐伊曾经和原始的星手二队战斗过，当时他杀了霞洛，并通过自己的黑暗力量让霞洛复活过来，成为了他的助手，这就是星手霞洛目前的形象。现在他们三个组成了全新的反星手小队，一场又一场的猎杀正在进行中。那么在佐伊这里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霞杀掉辛德拉的特殊语音。佐伊会因此而奖赏我的，辛德拉，看来你们两个过节很深。没错，佐伊和辛德拉是认识的，保留观点，我们在第二部分的时候会用到这处信息。接下来我们说霞，被复活后的霞保留了生前的记忆，在刚复活后，霞十分痛恨他的伙伴，那种丢下他然后逃跑的行为让霞决定惩罚他们。正是因为这份愤怒，他同意了佐伊的邀请。不过随着任务的执行，霞开始觉得不对劲，也许当时的事情另有隐情，他可能要好好调查一下了。霞的角色设定是从纯粹的复仇转向冷静的观察者的，这个我们可以选几个代表的语音来听一下。我知道是你让我和朋友反目成仇，佐伊，现在你要付出代价，就当是我不干了的声明吧，佐伊。当然很多时候的语音对背景故事没有太大的影响，仅仅凭借语音就断定霞一定会背叛佐伊是很不负责的行为，但通过语气和霞的性格，我们大体可以断定霞绝对不是一个被愤怒充斥内心的单纯的复仇机器。在未来的发展中，霞一定会有自己的思考，并顺着自己的内心做出自己认为对的选择。下面就是霞的伴侣洛，继承了主宇宙的随性大方，洛在被复活后根本没有霞那么大的恨意，他同意加入佐伊的联盟也仅仅是因为霞是他媳妇儿，履行国民好丈夫的职责罢了。虽然洛在其他方面都是大大咧咧的，但唯独对霞很上心。刚复活后的霞十分偏激，这洛是看在眼里的，他不想让霞成为单纯的复仇工具，所以他正在研究一种方法，打算让霞得到彻底的进化。尽管副作用可能是洛会陷入绝对的黑暗，但为了霞这一切都值得。洛虽然身为 T2， 但他的大部分语音都带着激烈和玩笑的意味，参考价值变得非常之低。不过有一个倒是蛮特别的，就是和霞的语音彩蛋。霞，你是不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秘密计划？你是双重间谍吗？同样不能仅通过一条语音做定论，但起码我们通过上面的种种可以推测，霞叛变的几率变得十分之大。下面是 Nico， 通过 Nico 的描述，我们得以复原那次二队和佐伊的战斗了。莎拉和阿离因为某些原因早早退场，剩下的是霞洛和 Nico。 然后 Nico 过于胆小，利用擅长的幻术躲了起来，霞洛被杀死，重新复活成为佐伊的手下。目前 Nico 十分自责当时的懦弱行为，在星之守护者决战的时候， Nico 没有逃避，他选择了正面迎战。 Nico 的个人描述相当简单，但信息量蛮多。其一，复原了当时星手二队五位成员和佐伊的对战大概。其二，引出了星之守护者决战这场战斗。同样别急，我们在第二趴的时候会串起来。最后，关于至真 Nico 诞生的背景是一场战役，个人推测极大概率是那场所谓的星之守护者决战。在至真皮肤中有对于这场战争的结果描述，星手正方胜利，但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决战结束后，剩下的幸存者们有了新的任务，寻找那些迷失的伙伴，并把他们重新进化回来。是不是有点耳熟？没错，在上期视频中至真索拉卡也有说到这个事情，索拉卡的至真也是在星之守护者决战中苏醒的。同时这个皮肤的描述中有一个附加的好消息，霞
被进化成功了。以上是关于星之守者的所有信息了，加上一期和二期，我们终于了解完了所有的星之守者。接下来便是本期视频的重头戏，我将整理有关于星之守者的设计师访谈、动画 CG、 突然阅读、语音彩蛋、基础背景介绍和官方宣发内容，尽我所能的给大家恢复星之守者的真相。第一部分星守 3.0 的基础人物介绍到此结束，接下来进入本期视频的第二部分，星守宇宙的时间线整理。说时间线之前，我们需要把一些人物的关系串起来。先串第一条，辛德拉、佐伊和加纳。首先上面说过辛德拉和佐伊认识，再者睡衣派对和星云两篇文章中有多次提到加纳对辛德拉有很强的敌意，同时睡衣派对上真心话大冒险的时候，加纳说过自己的年龄并不算太老。辛德拉这里呢，设计师访谈有提到过一嘴，他的宝石和其余九个星手的不太一样。最后星云中加纳所讲的传说，个人更倾向于说的是佐伊。这个传说大体是这样的，一开始的时候天空中有一颗很大很大的星星，面对宇宙的无边黑暗，他感到十分孤单，为此他把他的亮光分给了世间万物，亮光终会被黑暗侵蚀。为了保护多姿多彩的世界，远处执行选出了一些人充当星之守护者。第一代给予的能量太多了，这些能量在体内燃烧消耗殆尽，然后他们很快就死了。之后呢，他们体内的星光能量就会寻找新的宿主，慢慢轮回。而在这种轮回中，佐伊是第一个受够了的人，明白了自己早晚有一天会死的佐伊想让自己摆脱这个命运，他前往了宇宙中最黑暗的地方，并在那里玩耍消遣，直到战争的到来。战争带走了佐伊的所有同伴，而佐伊也为此十分伤心。随着时间的流逝，佐伊开始思考所谓的星守宇宙中的怪物到底来自哪儿。带着这个疑问，他追溯到了所有黑暗的源头，最后抛弃了原处的星光，成为了现在的模样。这些线索联系在一起，我会认为加纳、佐伊、辛德拉肯定都已经经历了很多事情，并且他们都知道星守最后的命运。他们在面对命运时有不同的选择，佐伊拥抱了黑暗，而辛德拉在酝酿自己的阴谋。加纳看起来非常平静地接受了命运。从他们的关系来看，加纳貌似知道辛德拉的阴谋，并觉得这个阴谋比较恶劣，因为只有这样加纳才能那么毫无缘由地瞧不起辛德拉。而佐伊和辛德拉有瓜葛，我可以暂时认为佐伊曾经拉过辛德拉入伙，但辛德拉明面上拒绝了，拒绝的理由当然是他自己有自己的小算盘。接下来就是其他人的一些小伏笔了。首先莎拉失去同伴后，他发誓不会再伤害任何一个星之守护者。其次拉克斯参加露露的占卜游戏，结果永远是毁灭，加上拉克斯的梦境预知能力，我们可以猜测最后星之守护者全会陨落。而索拉卡在真心话大冒险中被问到是否记得原初之星依然完整的时候，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并且索拉卡以为大家都知道，在得知大家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点惊讶，并且选择隐瞒真相转移话题。看来星之守护者的最初还发生过一些所有人都不知道的事情，而这个事情还蛮重要的。在添加了这些设定后，我们可以接着之前的时间线捋一下了。在佐伊背叛了原初之星之后呢，曾经的星守二队霞洛、妮蔻、阿丽莎拉经历了和佐伊的战斗，霞洛被孵化，妮蔻逃跑之后，又经过了一段时间，阿丽重新组建了二队，然后在一次夏令营活动中，星守一队和二队首次碰面。具体的事情记录发生在星陨这篇文章中。之后拉克斯邀请阿丽小队来家里做客，打算开一个睡衣派对，也就是目前出的那个脱染皮肤睡衣守护者。发生的细节被收录在另一篇文章睡衣派对全体集合里。请注意，这个派对缺席了两个人，一个是阿离，另一个是辛德拉。阿离的走向在最新的三队发布的时候有说，没错，就是光与石的 CG 中，阿离在众人参加睡衣派对的时候去救霞洛妮蔻了。至于辛德拉在这个时候干啥了，我们就不知道了。值得一提的是，从这里开始阿离就此消失了。在最新突然阅读黄昏之星中可以发现，佐伊的恶魔果冻水母已经开始袭击拉克斯这队了。当时莎拉被拉克斯叫过去聊天，所以他也目睹了这一切。这个时候的阿离已经失去联系了。总而言之，目前的情况是妮蔻还在逃亡，阿离失踪，辛德拉也不知道在干嘛，而其余的八个人将会面临一场巨大的灾难。中间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最后一战是星之守者决战，并且100%确定存活的只有妮蔻和索拉卡。以上就是我所整理出的所有的星之守者的主线了。嘿，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视频主要给大家介绍了星守 3.0 的登场
场人物，并且整理了一下超长的时间线，说了说各自可疑的点。目前没有解开的疑点中有三个是比较重要的。其一，只有索拉卡知道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其二，辛德拉到底在酝酿什么阴谋。其三，阿离目前的处境到底是……我就不做大胆推测了，这个宇宙有点复杂，我没有太多合理性较高的推测。以上是本期星之守护者的内容，本期是星守的第三期视频，后面可能还会有星之守护者，大家就听听乐就好了，因为主要就是带大家了解那三篇突然阅读了，就没这么沉重了。那么我们下期见，拜拜。